敲东哦，对，来五首，对对对，我把来五首也行。没喝酒唱呀。哎，睫毛给他画上。我一会儿一定要投我一票。我觉得我画真的很好，就是细节很像。鼻孔在那里，要不要再？头发颜色，头发颜色没法像，因为只剩下这个笔了。好了好了，可以了，我画好了。不能这么说。娜娜，有一说一，我真的不是那么说。很像吧？不行，我肚子痛死。可以吧，很像吧，挡住了挡住了，什么软今天明明就是肖哥，今天还有什么东西我挺与众不同的。为什么要是头发为什么要是绿色的？你们想飞机？不行，我真的我可是把重点，我觉得很香，很香，太厉害啊。对对对，少根蚊香给强哥看看。不要，下边要不要我再画根烟，我先把烟画上啊。这下边要写上我们自己的名字吗？下边要写上我们自己的名字吗？啊，写哪里？上面下面？随便，随便。现在还有什么？蓝色，给我蓝色。红色。还能加点什么呢？这个吧。没有头绪。哦，怎么就是？好了，好了，可以画好了。很幸福。什么？说的是啥？火箭的箭。就是叫强哥，强哥，我不会写火箭，这不是大饼吗？这不是大饼。哎，那个上了火箭，它会还有镰刀，还有韭菜，还有烟，还有我菜嘞，哥哥。没涂口红。什么感觉像我？说什么呢？哪里像我？你忙不多。这是我们家老大，他自己熬夜吃。那我就画这样。有灰色吗？是什么 DJ 啊？还有个 DJ 啊。我这下个长这逼样。有灰色吗？有灰色吗？行吗？没有画的像不像？我说的不会画画。他们都画的好帅气。那把 DJ 两个字儿再补上。你画完了行吗？工作如此，财神难。看个香，这样。我觉得这个可以啦。烟画嘴边不用画嘴边了，就这么地吧。因为他因为他烟不能出现在直播间，所以说烟要出现在直播间以外，不是吗？你装什么逼呢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那我就再补几个。对吗？我画完了。柔情哥，柔情哥，你看我画的行吗？哪有猪啊？哪有猪啊？没有猪啊。还行吧，就这。在哪里？从这里到这里有点远吧。就这吧，就这吧。这是、啊、你看不出来吗？我画的是我来的时候的样子。感觉今天好冷。来的时候只看到了这些。他们不是说要画眼中的萧格吗？他上面就是女人一堆呀、啊。
你愿意对呀、啊？完了。滚！我他妈画的很好看，豆沟吧。那我又不会重新画呀。那我又不会重新画呀。大家不想画呀？画的好不来无熟。行不行？画的好还不来无熟。功夫真不行。你让我画一个很帅气的，我真不会画。猪是一个猪吗？我没看到有猪啊。好了好了，我也没看到有猪。对，可笑。画个猪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猪是几只脚啊？我看了四只脚。猪有五只脚。哈哈。你可以，你画个猪尾巴。对对对对对。看我写我名字。什么像于总？这是肖哥。好了好了，观赏完毕。打马赛克好了。打马赛克，马赛克关起来吧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五星差不多了，再上一上。兄弟们，五星差不多，可是没地方写了，那再加一个吧。我加分了，我的分回来了。等着挨揍就完事了，你放屁！兄弟们，五星差不多。你他妈放屁！写得下，写得下，抬手吧，大哥们。还有什么？你们给我说点经典的行吗？抬一手，大哥们，还有啥？怎么样啊，杨兄弟们？完全看不出来，我觉得挺好的。电话就跟，别管，口头禅，强哥，强哥，小红这辈子没求过人啊，可以了。这是马赛克，那我再加俩气泡。真有抬头纹吗？来无手已经，来无手已经画上了，这不是来无手，我猜了个 DJ 歌嘞。还有啥？你装什么逼呢？没酒儿。哦，谢谢屠龙哥的羚羊。日光没照亮。再加两个小气泡。画完了，小红今天还没求过人。上面写什么来着？强哥，那就把强哥加上。可是我可以吗？哥哥，我们画完了，怎么样了？笑什么笑？有什么好笑的？是我画的是小野猫。强哥，强哥，还有啥？还有什么？刚才说的什么？好吧，画的好棒的，欢喜气。你看、啊，这什么都有啊，地理元素都在这里。还有什么来着？刚才那个是啥来着？五星差的不多，那个五星差的不多，什么抬一手那个是什么来着？于总拿瓶水过来。小爱唱歌可以、啊。画完了吗，咪咪？大威天龙给我出。那我把这个写。大威天龙给我出。这个经常说吗？套了哦，兄弟们给我出，大威天龙给我出，我画这个。啊，我再画就画不出这样子的了。那我就写那个大威天龙给我出。哦，帮他呀。怎么看细节好？哇，你快，你收到春之旅行了。谢谢我快乐哥的春之旅行。欢迎高德。肯定不是最差，对的对的，细节，画好了画好了，没有眼影、啊、谢谢我快乐哥的穿之旅行，美美，欢迎六二哥，爱我的四星，我把人头搞一搞。你画完了，主题是，他就是有眼袋。不要，哪点错？你刚才我不高兴你，你就当是哄我的了，哈。
快乐的。我都画完了。什么勾八玩意儿？你这么多八玩意儿？啦啦啦！这我就开心啦！谢谢谢谢，火火很暖吧？那不是你不够用吗？妈的，那个字怎么写来着？谢谢火火的甜蜜地方，谢谢我。怎么样？哎呀，不是妈妈。你看我谁？朱大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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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哦，没有点错，男人点的错一点都没有点错。要的就是真实，户外要的就是真实，拍什么美人？你写下来的真实。退不了一点，我才不挑饭呢。我给他挑美人，我给他挑美人。不是，我是不确定是哪个字。好了，这算是正儿八经的画完了。当当，我已经写了六呀，我写我改不了。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写的都是经典的。我真的。当然，我什么学不会。要不我快乐哥哥再点两下。夸夸好吗？旁边加个烟丝。哦，对，丝。还有写个丝。我也被你们笑吐他，有没有可能他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每个男人在我心里都是一样的。好了，干上，好，干上，卖给别人看，再给你们。点不了一点，你再多点几下，你看看我的好哥哥们，一人点几下，我的五星就过了。不退就不退，我一点都退不了，拉丝儿了。唱歌去。我也不爱了。画好啦，画好啦。啊。我没见过。这跟抱着，哎呦哪有，扣住，扣住，也别扣住，要扣住，对，扣住，扣住。那就扣。谁要来死？没有人要来死，谁要来死？就不拉丝儿，要这么简单就拉了个丝儿，那就赶，那就一点都不值钱了，我不拉丝。我操！谢谢哥哥的火箭。嗯，我要火箭。谢谢谢谢舞女那么资格。还想要，还想要一边出去旅行。谢谢哥哥的火箭。行了，写不下了，写不下了。因为拿你手机连呗，走啊。拿我手机连。走啊。画完了吗？走吧。画完给你了。你不去吗？干嘛去唱歌？嗯，走啊。又去唱歌，走。那不然呢？每天固定节目啊。天使没了，天使哪儿去了？谢谢子哥的火箭。什么叫又来了？啊，不行，我给你推，我给你推。舞女泪吗？任务舞女泪的。应该是舞女泪。任务完成没有？什么任务？完成了，完成，画完了。嗯。什么意思？舞女泪怎么了？我唱舞女泪有火箭，你们唱首歌连个飞机都没有。你真该死啊，彪子！会议使用慢播音响，外音模式。不去别人妹妹家，只能来妹妹家。退，可以退。蓝牙已就绪。今天咋不穿袜子了？蓝牙已连接。青哥说你穿袜子穿这个鞋可以引领时代的潮流。妈的，他别管，我知道他很急，但是他先别急。Hello， 酷狗。那我也只有这一双拖鞋呀。我操，装什么逼呢？画这么好。他说我画的好，装什么逼呢？咋了？画的好就装逼了？我真无语。真无语呀。真该死。完了，我都画了两分钟。这个没事，应该默认就是舞女泪。他想夸我就直接夸他，是我真该死，真无语，夸一下人能死了。太贴心了，灭总。你唱歌，你收礼物，我给你办车办了。
惑。妈的，这电梯我真服了，我会唱。该死啊！忘舞蹈了，下次要提醒我一下，要加上舞蹈。咩咩他妈笑麻了。欢迎何拉拉，欢迎超大一飞。是的，又是舞女泪，就是舞女泪。把手机对着那个喇叭，安静点。一步踏错，终生错。都要走，都要走。直播为了生活。俺俩不认人了。主播也是人，心中的痛苦向谁说？为了生活的逼迫，颗颗泪水往肚吞落。什么大哥让我下不来他？大哥让我没脸了。天天说走，天天说走，天天让我火。沿着走一走，中跑。我哪里干净了吗？谁叫我是一个主播？我怎么什么叫以后不能用了、啊、没有，刚刚突然断了，给我整的不会唱，突然忘记调调了。谢谢不了了生活的天塌了，颗颗泪水往肚吞落，难道这是命注定一生在那风尘过？他不差那点，我差几个。摇啊摇，搂搂拥抱抱，沿河走一走，中逃。夜夜两个悄悄，如梦如梦，谁叫我是一个主播？不，他都。他都满级了，他不差。六步。好，咱们还有点歌了吗？飞机点歌，仔细听，真的好听，是的，是的，真的很好听。我啥时候赶紧走？我啥时候赶紧走了？是你说你要走的，然后扭头就要走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我还有唱歌粉刷飞机吗？还有。我想唱那个邓丽君的那个赖了丝儿，赖了丝儿，我可就是完蛋了。叫什么来着？我叫赖丝儿，一点都赖不了丝儿。欢迎十八里铺的小乞丐。我没赶紧走呀，刚才不是挽留了一下吗？你敢走我就。就像你想唱，那你们点歌也可以、啊我想唱那个你怎么说？对啊，点啊点啊！我只是推荐一下，明明是这个。嗨，怎么？我等会儿再来。好的，去哪儿？不能就问去哪儿？为什么除了舞女泪什么都不听？不行，不许走，你走哪儿去？你怎么感冒了？飞机点就不行。会，飞机点。那也不至于。我操，大家又不是不认识你。
欢迎古尔的你，欢迎酷酷，欢迎琪琪。我真不怕他骂。没人点歌，这么远。欢迎火火。我又不是火火，你干嘛要在这里？不要来进来听你聊天，欢迎过来跟我聊聊天啊。我很无聊的。坏了，今天唱歌节目进入瓶颈了。昨天他就一般都是就是没有。大家就是说没有，就是说大家争先抢后的在这点歌，唱都唱不过来。今天晚上。这个节目进入了瓶颈期，那我现在拉伸，怎么回事？大家听腻了，快点点了我就唱。可是我有很多歌还没有唱过呀。走，我就吐鼻子。真大气！你快点，你点歌，我开始唱歌了。咱就是说，唱歌节目进入瓶颈期了吗？怎么没有人点、啊？一个飞机，一首歌。你能便宜点？我只在乎你，便宜不了。可以可以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火宝，可以啊，火宝，我现在就唱，我就不哭，快快快，跟妹妹唱一下，我的眼泪是珍珠，可值钱了，哪里气说哭就哭，我不哭，我有我的人生，你有你的前程，那请你忙完工作了再扭回头来，好不？不行。下午了咪咪啊，你要是忘了咪咪的话，咪咪咪咪悄悄给你哭。咪咪解开，不唱了，解开五六八九这还挺好快的。手机里的宝，欢迎林尚点点，欢迎不是真心话。那就来个欢迎行进的哥哥们，叶倩文的什么？还有那个谁的？我只会唱叶倩文带的，可能只会唱那一首。我打开我的 Q 音乐看看。其他的啥也不会唱。梦醒时分。什么？唱唱。那是首歌，那就对、啊、那就唱一首，我只在乎你吧。哦，潇洒走一回也会唱，敢爱敢恨也会唱。你干，别出价了你。会唱的也是不少的啊。啊，你们快点给我点个歌嘛！其实不想走，不会唱，是我的快乐哥哥，其实不想走吧。讲不出再见，我好像这些都听过。如果没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这首歌是宋的呀，日子过得怎么样？宋的。人生是否要珍惜？唱完姐，唱完姐。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。下午好，爱情甜如蜜。体面，哦，体面我是会唱的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。是粤语版的吗？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体面有，体面有版权，我昨天唱过了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？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，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。除了你，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找到哪个下家是吧，子哥？我牛吗？我牛吗？我发现我一唱歌。如果有那么一天，你说即将要离去，我会迷失我自己，走入遍人海里。那去丫丫家吧，不去吧。只要天天在一起，
我不能只依靠。干嘛呀，我天！片片回忆活下去，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。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，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，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。去丫丫家。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小哥还是死掉了，我也不知道。换个火箭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？你要睡觉了。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你是梦到咩咩了吧？你哪里梦到丫丫？天天看咩咩，梦到咩咩。嗯，喂哈，欢迎 T 水你。我，他带你回大别野，我带你回大别野。有人点歌吗？还有人点歌吗？就是我啊，坐在那连一个人也没有。我真无语了，我还能找人替唱吗？火箭，你讨厌。你不要过来。还有人点歌吗？有人点歌吗？不然越来越肥，哪里肥，一点都不肥。岁月带风向头，我分配讨厌。点歌找合影。点歌，飞机点歌。那我就主动唱了，没看啊，就只唱爱的可能。可以，我再唱一首邓丽君的。邓丽君的你怎么说？粤语会。快快快！我要唱一首你怎么说？快来人点首歌。五十点，咱们打个半折。我就想唱，我就很想唱你怎么说？快。就很羞耻，快快快！有人点吗？不行。哎我啊，你先卡了牌子。不会，粤语不会。我可以瘦得下来的，我又不是一直要零二。打这一手指，还有人吗？凑一凑可以。四十首，你给我唱首歌可以。凑一凑也行啊，一人一张办卡，差不多十张办卡就够了。你滚吧，我他妈要的是十年。是你叫荒狗，同性咱们浪漫滑手也是，这无所谓。滚！滚！敢唱敢唱，没有人唱。别死！人家，人家，不会的，我真会说，我说说，我真的。人家没听过，好像。我也不知道听啥。我操！谢谢资格的火箭。谢谢资格的火箭。怎么了？我操！我跟你抢丫丫的那个好像叫段总，他叫段总。是是是是，没有，咱们正常还是飞机两个，但是。但是资哥觉得就是资哥非常的是资哥是我的活路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哥哥点个歌吧。
干啥？挂着。鉴于刚才的春之旅行，一会儿必须唱个爱的可能。所以你一脸无辜，不代表你能懂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效忠。反正我知道是段子。可生命总免不了，最初一见。要不唱那个叫什么来着？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到笑容，但愿你留下的每一滴泪都让丫丫都不理你，你看我爱听见你。没有飞机点歌。不会一场空，夜上人间，默默坚持的歌颂，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哄哄。天大地大，世界比你大，山就谁敢你了？我不忍心再起哄，不敢。你要再这么说，我真要哭鼻子了。要不我唱《如愿》吧？要不我给你换首《如愿》唱那个吧，这个好听，这个比《如愿》好听。但是我就不会。我手机老卡，我怎么办？老卡就不行了。对呀，那我一会儿送你一首《如愿》吧。小风车是什么？我只知道五一，五一叫一定有美好的彩虹，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。所以你一脸无辜，不代表你懵懂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，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。可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，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，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，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。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哄哄，天大地大，世界比想象中朦胧，我不忍心再起哄，但愿你听得懂。天上人间，如果真值得歌颂，也是因后面大概是就默契了什么点啊？是呗，后面我很认真了。小冰棍是啥呀？找点事干，我好无聊啊。什么？欢迎我片哥，搜不到什么搜不到。你好的你丫头的丫儿子的儿你丫儿，在某音上，我不知道你们说的小风车是啥事儿啊？我啥事儿也没有啊。
是什么？我可能搜不到，他没改名字啊。说你吃了要飞机点呀、啊、哥。嗯挺平啊，你一看一看。明明你是不是手机有点卡呀？我手机不卡，是吗？啊好。我操，怎么了这是？好像确实是有点卡。要不拿我手机连？是我的，是小样吗？但是我手机只有那个什么，就 QQ 音乐。就是我唱的呀。我真麻烦。好了吗？这把音怎么可能不是房管？要不然就是他自己下掉的。真的。找点活干嘛？没事，只要飞机可以，火箭可以无声。他现在在播吗？这么早就播了？什么李安？我的妈！我在某音唱闺蜜在播。我是太多难记在你的脸庞。你是你的清风。我是终于他说搬曲了，因为他在。主要是感觉转过来有点羞耻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就转过来看见弹幕就很笑。你好的你，他对我转过来，我转过来不会唱。感谢我棒哥的小画家，加油，棒哥！昨天怎么样，棒哥？感谢棒哥的山水初逢，还有七个卡。两个山水珠峰，牛逼呀！我操，大家都能赢了没有？我是杨某剑，就把你唱情歌。你是我之所爱，也是我情之所归。这么白，对呀。没有所有的路都将与你相逢，而我将爱你所爱。人间，愿你所愿的想念，你的手我攀上台阶，请带我去明天。问题不大。如果说你曾哭过我一天，我愿活成你的愿，愿不枉那愿有我的。我跟你说，他有本儿，只要让你说话，他全都会背。不是妹妹，刚刚在这里收了多少钱？刚才在这火箭收了两个。你都不和我逛个街？我让办吧。啊！而我将梦里所梦的团圆，愿你所愿的永远。你还不如你还不如你还不如。我唱歌，我只要我的爱。来点歌吧，这首宋子唱一半的，宋子可以唱一半。果然美美，点歌吧，点歌吧。火箭的来来呀、啊，不会唱，是小原唱惯了，不会唱。你好的你，丫头的丫，儿子的儿，滚犊子，后腿给我闭起来。火箭，我操，闭起来。火箭。你看我现在已经打锁开，啊，我都不敢照。火箭，你的金子在哪里？快快快！火箭，我看人家火箭嘛。
突然就不真实。韩寒哥，飞机点啊点啊！打开了，开了吧，那是。我今天还抬腿，点啊、是的，我操，他比美美格局大多了。操！这瑜伽裤穿了没？有用没有啊？教不了什么、啊，我真无语。平时啥差？看我操！我真没啥差，我没有原唱，我唱不了调。我腿拉紧。拉紧吗？松的。我没有原唱，我唱不了一个。往上搂。把腚勾勾加紧。啊！他们都转转穿。我找半天。腰子不也是吗？人家没勾啊，我直接就是一个问号。没搂紧。啊！等一下，他就是怎么都想不到是我唱的，我真无语。然后他后边有没有勾勾？没有人点了、啊。不行，都露出来了，等一下。因为我声音不难听，所以我可能唱什么歌都不很难听。啥呀？可能因为我声音不难听吧。这还不如拉裤子，这什么都没有。啥？说着干嘛呢？不是你，他为什么要把他的大腚在我直播间？你那能不能？我送了一首啊，你滚！什么？如愿就是我送的，没有那个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还有痕迹的，我看。穿瑜伽裤。看看，会看看勾吧。不是我好毒，你看这女人老把腚对着我，是我。有没有人干嘛点歌呀？没有人的话，我撤了。妈的，我手机在哪？这个女人的腚就摸了。他们都嫌弃我的屁。帮我找会唱人间的。什么勾吧呀？谁会唱人间？你会唱人间吗？要放一遍才知道。王菲的那个。什么玩意儿？唱不了。看不看那个、啊，还不是看火箭。什么？八九九人不会。我看看呆呆鸟。一个飞机给他。我操！不是给你们看了吗？什么都看。有人会唱《人间》吗？一个飞机。绵绵，出来。接活了。美美，那前面去跳个舞吧。欢迎九九的。跳啥呀？今天这个裤子穿的哇，跳个舞。有人会唱《人间》吗？一个飞机。棒哥要看吗？棒哥，人间会吗？冲火箭的直播间的兄弟都要看呢。人间会不会？我只会唱野孩子。一起看的，来呀！人间会不会？我问你。人间烟火吗？还是就是人间？人间你刚才唱那个吗？嗯，会啊。在抽烟。我唱。前面赶紧唱。那前面让把风扇打开，把那个沙。哎，对了，换浅色的。浅色的好，没有人点我唱歌，我很生气。我想唱那个，你怎么说？就是没有人点。按十二分主播发给人间，人间，我自己还没看到呢。那我一会儿来唱《野孩子》吧。什么狗都不看，我都不看，走了。明明咪，唱了。瑜伽裤那个都看不见，看个勾吧，看。对呀，往上提一下，把你勾露出来。听过了，那你穿它干啥？不然了，我就想唱个你怎么说。我们腿这么我搭配有点粗啊。我就想唱一个你怎么说，这个没有人。你拿你手机放吧，我这手机卡的不行。黑色的看不到了。这下关掉。过分了。过分了。蓝牙已断开。我好无聊啊，哥哥们。不，我就想跟我玩玩游戏啊。对了吧，我不行。啊。是哪个开头的 ？M 开头的那个吗？啊。M 开头的。M A 喽。蓝牙已连接。对呀、啊，这么明显的看不到吗？嗯。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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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。Hello。好。不是呀，这是你的。有吗？别穿了，别穿了，丑死了我。啊！你把外套脱了。外套脱了。穿跑不给钱。你不要老往下转，你裤子往上提、啊。这穿的是秋。这跟秋裤一模一样，有什么区别吗？你说谁这大腚长半天？往左，往右滑。放，怎么说话呢？啊？喂。唱完了没有？没有。唱。刚哥来了。放屁会不会？是天晴就会有彩虹。矜持点，这怎么唱呀？我哪知道？我也不会啊，我都没听过。这是。要不你就如果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，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，是你忘记了。我操，那怎么播啊？那怎么办呀？我就放下原唱跟着后面唱呗。那你放原唱吧，你直接搜人间。只看得到笑容，我喜欢。还有一条浅色的没到，我买了两条。但愿你有美丽的梦，不会是一场空。
早就发现，真过分。山人间，如果真值得歌颂，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那么红红。天大地大，世界比你想象中朦胧，我不忍心再去哄，但愿你听得懂。我这首不会，我好像只会唱高潮，我他妈的只会唱高潮。他都提示我了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。不是衣服，他是说下次。宝宝，快把上一个飞机补一下。唱一首，火宝快点，我唱一首那个什么，听我什么？怎么说？我怎么说？怎么说？快我快点啊哈！快给我一个面子，火宝快给我扫地当一个面子。行，可以可以，唱完这个，行。谢谢火宝的轮子，谢谢火宝的樱花摩天轮，谢谢火宝，大家凑凑人头吧，太对了太对了，谢谢火宝的樱花摩天轮，一会儿我唱的时候你再打一遍歌名哦。谢谢火宝，嘻嘻。只看得到笑容，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。真好，我终于能敞开口说了。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。我终于可以看你怎么说了。如果真值得歌颂，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那么红。世界比你想象中朦胧，我不忍心再起哄，但愿你听得懂。我给你宣传，你怎么说吗？现在怎么说话？如果过关了，只能给飞机，可以。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那么红红。天大地大，世界比你想象中朦胧，我不忍心再起哄，但愿你听得懂。是不是送了？但愿你回头再和去合作。大家都很爱，谢谢大家，吃完了。飞机，手机，手机，手机。火宝这首歌叫什么来着？谢谢火宝轮子。叫什么来着？不说话，我先唱，你怎么说了？没办法，你有为了说的问主持的这个是啥？给我一个理由忘记，会唱。包容性非常强的直播间，大家可以理解我的，欢迎李宠。总是期待，害怕寂寞，却淡淡的孤舟。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当时做的决定。要记得遇见这里，是一个清晰和最终的距离。是你不在身边，却在我的心里。你唱，那我把你把钱转。没有了。没有，无所谓吧。是今夜明珠色，心相印。没有，我用这个心里把我的烦恼给忘了。
只会那段。我给你唱前面的，我给你唱前面的。只是哪怕就会再多人，感觉还是一个人。每当我想我心却很难哭着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，给我一个理由放弃那是
蓝牙已断开，
蓝牙已连接。半哥的小画家，感谢半哥。对，赞内宣的歌。谢谢哆啦 A 梦哥哥，他心永远。谢谢用户哥的甜蜜礼包。会肯定的。演唱会散场了，谁懂啊？我操！恭喜用户哥获得天使之恋。我操！恭喜用户7718获得天使。喂喂喂！集合，所有人集合。五、哦，谢谢。十。7718。九。八。七。六。五。四。三。二。一。谁到？报数。6789怎么就是这里了？怎么就十个了？那肯定牛啊！我提出两个事。718的千纸鹤。第一个，那个关于那个画画的事情，以后每天我会给你们定个小的任务，共同的任务去完成。因为怕你们开播的早了，或者开播的来了之后不知道播什么，很尬，在坐着聊天，所以给你们设定一个小的任务。你们自己如果说觉得不需要的话，我就不用设计。我们有演唱会环节，需要。因为主要是怕你们不知道干什么，所以我会在我晚上设立环节的时候，给你们每天会丢一个环节，就是会让你们每天有一个事情去做，不然的话会很尬，怕你们不知道播什么就很尬。在手机这里丢一个，那里丢一个，这是一全天的任务，不是说你这会儿你来了之后你必须要做出来，全天的任务。懂吗？就是说你开播无聊的时候你可以去做这个事情，到晚上的时候我会把它收回来，懂我意思吧？懂了没有？太晚了，是一整天的任务，就是你弄好了就交给我就行了，就每天会有个任务啊。我在晚上时候审核，怕他们不要干。小鱼什么歌来的？这第一个事情。然后第二个事情关于那个宵夜，宵夜的话我们到时候会定点的话把东西买回来，就是也让自己一烤就行了，不要在外面吃宵夜，除非说我们一起去包括我带的时候，好吧。希望大家尽量克服掉，因为怎么说呢，主播的话有时候去压力肯定有，去喝点酒喝吃烧烤属于正常，但是我个人认为啊，主播的话尽量不要喝酒，下播就喝，好吧，可以吗？对，问题是肯定是没有问题，就是主要是还是那个，就适当的去那个。如果想喝点酒，连天干嘛，你下播喝，不要喝酒的时候去直播。你永远觉得自己清醒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醉了，知道吗？突然下个去，懂不懂？啊。对人的话，你觉得自己清醒的时候，其实已经醉了，所以说不要在直播的时候喝酒。昨天他们逼着我喝了小半杯，下播的时候最后半杯死活，他们逼我死活我都没喝。这个尽量去执行一下。我真的觉得好难喝。因为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不要去犯不必要的错误，喝酒会影响你的判断，影响你的思维，所以尽量不要去搞这东西。这是那个两个事情，然后说到第三个事情。